午安，大家好，真欢喜看到大家。你唔知很欢喜啊无？来车两暝三更，听到一挂从来拢无听到的代志，是毋是安尼？实际上，我也甲大家同款，咱伫国民党政府啊的教育下，伊拢甲咱用骗的啦，所以要听到咱真正的台湾啊，这个历史上甲国际地位的真相，足困难的，拢唔知影啦。啊，大家已经初级班最后一节课，一定大家足欢喜。想讲，咱即马到甲一个阶段，我要转去啊！啊，但是我要拜托大家，咱听到这就是福音，恁爱把恁的福音传落去，袂使讲来遮听听啊，转去，啊，搁来参加国旗班，啊，搁听听，搁转去。我看拜托大家做两件代志，好唔好？谢谢，感恩啦，多谢啦。因为那无恁啦，因为有恁，搁把这个福音搁传播落去，搁较济人来。受训的，尤其是少年的啦，靠专业的啦，吼、哦，拢来参加受训，啊，加办身份证啦。因为美国甲咱要求讲4000名捐款要给咱，咱不够啊，差无偌济，所以讲大家搁拼一下。念的就到4000名，再刷了又再给我们要一个要求，说41万啦的身份证，但牙手一个有办，有现在有办身份证，请牙手一个好不好？哦，谢谢。希望回来再加强，我们主要做这两件事情、啊、美国也跟我们说，因为我们去告美国，美国来跟我们指导，所以我们在这里开口到现在4年外来，愈做人愈济啦。我啊，这就是确实的嘛。啊，愈来参加的人啊，愈少年啦。哦，以前拢像阮家的老伙啊，我也使算老伙啊吼。因为我叫阮老爸叫学道上嘛，叫阮老母叫较长嘛，所以算老伙啊。所以看到恁大家啊，少年啊，个啊，大家精神啊，足好嘞啊，足感恩，予恁来啊参加啊，所以咱的心拢爱靠大家来斗拼啦。吼、哦、啊，咱的目的是啥？
咱的主要的目的啊，就是要给咱未来的子孙过得好过啦。所以咱的宗旨一定要知，咱的宗旨是为百姓设想。柯批到台北市长的时候，伊去发现着讲，以前的政府拢是偏袒财团，所以伊认为讲，虽然拢合法啦，观感不好啦，就是咱来了解讲，哦，你拢用哦恁的方法。创个合法，甲人民无客的第一个顺位啦。所以柯批一出来，伊第一就是讲，考量着讲人民有啥物利益无。所以咱若要甲大家讲，咱比柯批搁较早。咱的思考思想，拢是为百姓设想。哦，你官员，你拢去甲财团挂钩，退休了后，才去财团工作，伫遐领高薪，70%-80%拢安尼啦。所以这个人所想的绝对是不同的，因为他们所想的是说他做官就要来享受以后又要领高薪变回毛，我们不是啊，我们大家要来参加的都是要为咱未来的子孙来设想，和未来的子孙过了较好过，这是咱的原则，咱的宗旨啦，吼，宗旨啦，吼，为百姓设想。啊，那是咱的观念，所以大家来啊，拢必须。要了解说我们做什么事情，无论你所想的你所那个都要先考第一个顺位，就要去考虑就说是不是对人民有利，如果对人民有利的大家来做，这是让大家我了解说我们大家，所以跟大家说这是福音啦，希望你我这去甲你的一挂亲戚朋友啊，拢甲叫叫来上课，好啊，可以了解这里。啊，过来啦，这三天来啦，大家上课啊，差不多拢了解，咱的。简单吼，咱会有做国际迄个国际化、战争化啊，了解咱台湾啊地位的真相。所以我准备一挂用 PowerPoint 方式过来学习啦，过来啊，迄个讲叫做温习一摆，让大家更加清楚。这大家看到，咱金啊，这个金福松伊安怎？伊先跳船啦，哦，
伊主要是这也毋是我讲的吼，这伫报章赛内底所标出来，咱引用啊伊的报道，互大家知影。那要互大家了解这，话讲爱，伊可以，这个是，迄个叫做国安啊。啊，秘书长嘛吼，国安局啊，秘书长啊，总统有啥物大小的代志，有关国安的足清楚。啊，个你啊，先了解讲，伊伫美国两年的做啥？美国代表呢？啊，伊回来时，现两年了，回来一月遐回来，甲。马英九讲安怎？讲大船离港啦，你唔知知影这件代志无？确定啊，咱啊，我予大家看，啊，大家去思考，啊，予了解，吼，啊，这就是要甲大家先清楚啦，吼，演变吼，予清楚吼。咱所收集的，啊，当然，这个是中国国民党的叫做啊立法委员，啊，我足资深的，啊，我管国防部的，吼，大部分国防委员吼，伊讲不信是健康的因素啦，啊，这拢因讲的啊，吼，啊，这拢有特别说明啊。安尼，大家唔知有，我先停一次啊！大家脑筋甲震动一下。咱三月七八要去美国创什么？大家唔知知无？恁上秘书长敢无报告过？要去台，讲者较大声嘞。哦，要去美国啊，过因为咱要过过美国，啊，到要记者会遐，要去美国华盛顿 D.C. 啊，做一个啊记者会，啊，要予世界大家拢知影这里。啊，这都是什么情形？这事先因啊拢知啊啦，这事先拢知啊，所以因拢安怎先安排啦，先安排，伊要安排马英九救生艇，哦，类似安尼嘛吼，大家咱去思考这问题。哦，啊，这都足国话足重要嘞，这个啊，美国。东亚助理国务卿，伊叫做罗素，啊，罗素，伊安怎讲？伊讲2015年，吼，是台湾重要的政治年，啊，是毋是甲咱秘书长所讲的拢同款？是毋是安尼？啊，你看美国。讲的代志，啊，马英九上好的，啊，讲金小刀，拢先跳船啊嘛，准备落跑啊嘛，是不是安尼？好、哦、啊，这是一个连贯性的呢，吼、哦、啊，伊这个啊，那是。这是啥？四号呢？2月4号呢？即马几号？15嘛。啊，那是顶啊顶礼拜的代志嘛。所以，这就要甲大家讲，
甲大家恭喜啦，恁有答案去搭到车啦，是毋是安尼？恁来参加都要去搭到这班车啦。啊，但是这个信息敢免你报予恁一挂亲戚朋友知影，较好诶，靠专业，拢爱甲讲，叫伊来受训。后来，啊，这拢毋是我咧讲吼，我即摆，这拢有，事实上，这拢是引用人家的吼，的资料，互大家看。啊，当然，后来我讲到这，我主动自己介绍一下啦吼，大家我第一摆见面吼，无了解我吼。咱迄个做课程表内底有我的名嘛？有啊无？吼、哦、啊！即马恁家拍入去写张文燕，上网或是去查张文燕，加两字就好。教授爱看到我的资料，吼、哦。因为张文燕，我菜市啊名啦，足济咧吼。啊，你拍张文燕教授吼、哦，啊，也可以看到我的名。所以我是要甲大家了解讲吼，那我伫研究所咧上课的时啊，我拢希望我的研究生啊带笔电来啦。啊，带笔电来有啥物好处？我讲到遮，啊，恁就去上网去查嘛，莫讲啊，教授，讲到嘴甲全破了了，有诶讲诶拢无影无一只拢骗。啊，事实上去查，啊，我收集诶资讯啊资料，拢也有根据诶，吼、哦，所以我特别甲大家啊介绍安尼啦吼。这是驻美特派员下的报道嘛？过来，咱过来看，愈来愈精彩啦！有看到这个报道的人，举手一下好不好？一个，哦，你安尼，所以分两个哦。你唔是这第一摆啊？哈，这第二摆就对啦。所以第一拜、第二拜，我是讲有看到你普通时有咧注意，有咧看到这讲，咱现在流亡政府的国防部要迁到大直，安尼恁想有奇怪无？啊？去思考嘛，大家爱用头脑去思考啦，有奇怪无？足奇怪的吧吼，嗯，啊，都你迄个做啥？总统府上头，咱讲总统府，国防部咯，总统府内底，啊，那即马讲要疏开去台地，安尼去思考吼，思考这个问题，这個。好，过来，好。这是什么？这是顶年的6月16号，伊拄啊转来啦。哦，金小刀拄啊转来，甲马英九讲大船离港论。啊，什么叫做大船离港论？我做囡仔时啊。刚才有去听到讲，大船入港，大船入港，啊，这是大船啊离港呢，出去啊呢。因为迄阵啊做囡仔时，好讲啊大船入港咯，哦，因为美国来米粉来援助，牛奶粉来援助，大家足欢喜的啊。啊，
啊，伊伫美国做代表，啊，从啊，顿下啊，甲讲安尼啦。啊，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啊，甲头拄啊，上头啊，吼、哦，联想起来，啊，这都是100%正确的啊。啊，你个，咱这是讲，伊即马吼，这拢美国有咧安排啦，因为美国要做一寡代志，伊拢是安排甲好些好些才有，是平潭岛，平潭岛大家听到这个信息的牙笑一下好不好？我大家较知啦吼，好，平潭岛有诶也唔知。平潭岛是安怎中国同意伫破坏咱歪想要带台湾遮个人啊，会使走去平潭岛了？这个整个历史渊源吼，讲到做迄个蒋中正来占台湾了后，美国就发现讲靠不住，所以迄阵啊，有就甲菲律宾讲好啊，甲菲律宾讲，你搬一块啊所在，和这些流亡政府中华民国这些高官去住在那里啦，他主要不叫大家去思考看看孙立人事件，你不知道知道吗？如果知道牙手一下好不好？如是没这个啦、哦、是怎样的孙立人事件？啊，孙立人就是去读美国军官校，军校出来啊，迄、那个叫做麦克阿帅去甲叫第七监，监上甲讲，想要叫伊来甲蒋中正啊，因美军要甲蒋中正关菲律宾去，啊，伊怎啊来接你？来接台湾啦！哎，安那好似唔是迄阵啊，都韩战爆发，韩战爆发了后，下这个代志怎啊无做？啊，个孙立人家己足忠心的去找一个蒋，哎，迄、那个做蒋介石讲怎去用软禁？这个故事都是。演变要来加深说平潭岛这个观念啦。哦，咱去讲到平潭岛遐，咱看到迄个 PowerPoint 的时阵啊，咱才过来介绍，好先大家有知影这个，因为美国要做代志，拢一步一步拢有计划啦。伊即马伊就想讲，好啦，伊即马要甲流亡政府赶走。你无一块啊所在，金门妈祖太小的啦，哦，要走可能我有两三百万，哦，人会无愿待台湾嘛，哦，啊，伊就想要离开，啊，离开好离开，所以啊，台北港啊直通啊平潭，台中港也直通平港，啊，这就是。北部拢较是一挂，等于讲，尤其台北城啊，迄、那个从北京城，就是北京城啊，叫台北，有诶讲叫做北京城。啊，遮个人要阁互伊转去，啊日啊美国啊，甲中国讲好，中国毋则讲好好好，你来。啊，那伊若讲无爱咧，美国会使甲中国讲啊。
我若台湾要啊来，伊要请流氓政府走，啊，这流氓政府这人有会惊到啊，伊就乌白走啊嘛，走一带，啊，都有会走的桂林啦、啊，走的东北啦、啊。走去四川啦、啊，走去河南啦、啊，走去陕西啦、啊，啊，走去啊福建啦、啊，拢乌白走，遐个呐拢甲你起革命徛，啊，你内底就乱糟糟啊，当你嘞。所以讲，好来，平潭岛互恁住，恁拢来住到平潭岛，啊，平潭岛恁呐都啊乱，啊，平潭岛把它啊。那个桥一炸掉，啊，恁就底下咧来咧乱，拢无代志啊！确定安只这个 PowerPoint 给恁看，这是先甲恁补充一下。所以美国咧做代志根本拢啊，咱足早就知啊，啊足早咱啊，咧上课拢甲大人讲，有诶讲啊，哪有影，哪有影，哦，有诶有这个状况啊，事实上这拢是安尼嘛吼，啊，当然这个。这是啊，因为伊想要来，等于要来讲，因台湾是有钱来收服了。事实上吼，拢我别讲啦，因为日本已经在台湾1945年4月7日已经实施什么明治宪法了嘛。对不对？大家唔知道，会记这点足重要哦，因为这点吼，有诶美国人也唔知啊，日本人也唔知，所以因拢混杂起啊。啊，流氓政府来，佮你说一个，4月1日，拢是愚人节啦，公告诶拢无算啦。安尼，大家唔知清楚未？所以讲，哪有影？迄4月1日，迄怎？迄个啊，日本啊，天皇来这边实施明治宪法，那个是骗人的呀！4月1日是愚人节啦。伊安尼讲啊，啊，咱这边啊，大家讲吼，我咱去怎啊做学生啊？吼，4月1日，4月1日有当时啊，未使相信的吼，吼拢讲骗的啊！吼说4月1日是愚人节啦。啊，实际上4月1日，他因为日本已经把台湾纳进不可分割的领土，用战争来替不可能，啊，用买卖有可能，因为那个是打契约的啦。哦，啊，战争哦，无可能啦。啊，所以伊安怎呢？伊即卖是讲要用，甲中国啊，算讲台湾这个啊，等于是民进党的共款，民进党的因遮的人伊咧想啥？伊讲，咱来用世界联合国来表决，咱来公投，啊，这迄阵阿扁呐想安尼啊。啊，阿扁啊，唔知美国甲讲啥？上头讲要去讲说要去参加联合国啦。参加一个联合国要一个国家要四个条件呢，要有领土，要有啊，要有啊政府吼，啊过来爱有啊这个外交权吼，啊个土地。四个拢无啦，啊，四个拢无要安怎？咱只联合国甲你推荐，连甲你开也无开。啊，伊阿边个讲啊，无来公投，大体只爱人拢来投。啊，美国讲，啊，你就是麻烦制造者，是毋是安尼？啊，迄阵啊，李登辉总统的时阵无清楚呢，伊阵啊讲要会审，要甲台湾审会掉，有啊无？他今晚要会审不？无啦，要有台湾省主席啦。什么人？
林振泽啦，以前是新德市的市长啦，啊，我都跟他同事过啊。新德市的市长啊，哦，啊，因为他在一间学校，啊，一间大学咧，私立大学咧做董事，啊，我伫遐咧做董事啦，啊，所以我跟他迄个时阵跟他同事。啊，伊就是安怎哩？呾伊就是台湾省主席啦。啊，有影拢咧讲地较歹听咧，拢咧领咱个税金嘛。像安尼，李登辉也搞不清楚啊。伊迄阵啊，讲要会审啊。啊，美国说不可以，啊，只好动审。啊，阿扁啊，讲要参加联合国。啊，国别，要公投，美国讲你是麻烦制造者，啊，大家安尼去联想就知影，所以讲这块土地要什么人的？这块土地美国有占领权啦，伊要伊占领，啊，实际上土地的所有权。要在天王的手里啦，啊，就这两地，这两地来，咱来看这两地，这里就是美国啊，总统在那边宣誓，就职宣誓，啊，这里就是讲啊，日本天皇住在这里面的人，啊，这两地是咱去参加第一次华盛顿 DC 世纪酒店的啊，但成立办公室的华盛顿 DC 的啊庆祝会啊，美国相关单位送我们这两块，啊，迄阵都甲咱讲甲足清楚啊，所以这就是啊，要互大家清楚，啊，伊这是啥？这是。报道那是讲，伊要来因的，伊讲安尼，我甲台湾无法度甲恁讲，安尼我就来用联合国的方式来甲这些小朋友、这些国家啦来甲买，我先用附件，互因知影这里，啊，伊才来游说讲安尼啦。那联合国表决投票的时候啦，你若投我一票，台湾是我们的啊，那么我给您建一条高速铁路，给您建一条高速公路。啊，小国家愿意不愿意？有的人都不知道你台湾在哪里，当然他说我遐好，中国要来给起高速公路给伊。当然，他们一定安怎同意嘛？啊，这就是安怎讲，这就是讲来玩阴的嘛。啊，你们在大概清楚无？好、哦，啊，实际上这实在无可能的。联合国我还足清楚啦，哦，联合国呐足清楚。哦，啊，因为日本即马还足清楚，因为咱去四年啊，哦。啊，美国实在，因个法院2009年就判决啊，所以美国高层遮也拢足清楚。现在中国也足清楚，以前的讲法跟现在的讲法都不一样。哦，咱慢慢啊来看。头拄啊，咱咧讲罗氏这个相片就这个啦。这个2014年4月5号，哈、哦，这个就是罕见哈、哦，罕见的，从来没有看过的嘛，哈、哦，就是美国治理国务卿说要给台湾自治，啊，这个自治是什么？哦 ，autonomy 就是讲上面有人呐、啊。上面有人，上面有什么人？
上面有天皇啦，台湾上面有天皇啦。啊，我吼、有一个机会和台大一个经济学的教授吼、到阵的时，伊甲我问讲：啊，恁以后要安怎行落去？我甲讲，啊，都美国都安尼讲啊，要互咱自治啊，啊，咱以后是安怎？那个甲加拿大同款，甲纽西兰同款，甲澳洲同款，他们是英国啊联邦嘛啊，因为等于是他们英国的啊，等于是一个啊邦联嘛啊，英国哈、因此尊重天皇嘛，啊，伊出去，那讲加拿大出去，那讲澳洲、纽西兰，啊，咱出去会使讲台湾嘞，袂杀你吧？你是流亡政府，那会使何你？哎，啊，咱啊，即嘛，就是讲伊要予咱自治。啊，咱若是把这个流亡政府给赶出去了后啊，啊，咱就会使讲咱也是台湾啦。好、啊，但是咱甲日本爱去做一个邦联嘛。好、这因为我头拄仔讲个1945年4月7日，咱台湾就选三个参议员。去东京开会呢，5个众议员呢，咱第二次世界大战牺牲的，伫台征兵牺牲的，拢甲你刻到靖国神社、靖国神社呢，这毋知大家知无？这大家知无？知嘛吼？啊，所以伊就把台湾纳进不可分割的领土了嘛，这都是很完整嘛。啊，起码所以很完整，无可能要用什么手段，用灭也杀你啦。那要用战争也没有办法取得了。哦，台湾啊，这样给大家讲好清楚。所以讲，要选总统，蔡英文今日宣布讲要选总统，大家唔知知无？哦，大部分吼唔算啦啦。伊若要选总统吼，伊要做总统，金门妈祖会使去遐做总统，选的拢去遐做总统，迄是中华民国的。土地嘛，啊，你去用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去投票的，算出来，拢爱去遐执政，去边执政，咱甲因无关系。好、哦，咱我爱有这个观念吼、哦。啊，这美国就是。其他类已经我讲了，足清楚啦。这个我补充一个吼，这个有关于这个叫做啊，这个服贸啦和这个问题吼，上简单要甲大家讲，你若有迄、那个。有田啊，较大、较大吼，几啊家吼，你去挖一个大窟啦，啊边啊也去挖一个小窟啦，啊，甲拍通过，会变安怎？小窟内水是毋是流去大窟内去？这是真正正常的代志嘛？大窟啦。一定水底较济啊，较深嘛，啊，水窟啦一定较浅嘛，啊，若甲拍通过去，水都拢流去啊咧。
安尼，啊，甲中国太依赖啊，啊，台湾的，就是马英九伊直直挖过去，所以台湾一直拢是22K，迄实在薪水啊，拢无增加啦，人民过了就痛苦。啊，拢甲啥财团带挂钩？足简单，甲财团带挂吼，迄实在讲者。高速公路起好啊呢，干那要为着讲安尼，经过较方便，买收费站，叫财团来设一个扫描器，啊过，财团来甲你算银票，来甲你收钱，凊彩用脚踏有想。是不是跟财团过啊？没包摊的那种的高速公路他都起好了，啊，只设那扫描器而已，啊，是不是包摊的？啊，政府不太好做，啊，就叫财团来什么来收钱，你看这是不是我观感不好？那柯P讲的观感不好，这拢是啥？老百姓干那戆戆啦，直直干你白涉啦，互恁大家干那来交税金就好啦，无时间来讲出来跟人对抗，这就是。本土台湾人，欸，我引用柯P这句话吼，伊讲，较早，咱一寡我较先辈啊，我拢会出来反抗呢，啊反抗，啊就去用台子啊，吼。出来反抗的，拢出来反抗都吼，被杀啦！啊，所以村的拢安怎嘞？拢较乖啦！啊，所以较乖，搁较乖，结婚生起来，第二代、第三代，拢搁较乖啦！所以咱家拢足乖的，所以无法度敢出来反抗。啊，当然，咱都要。秘书长有这个智慧，有这个啊眼光，甲美国过来，啊无美国去从来讲要甲恁砍一百年了，所以咱无要用革命的方式，咱的革命，咱的主张也不会用武力。好，啊，这就是咱开信的时候都会我们的主张嘛，大家拢足清楚嘛，好，安尼大家我也了解嘛，吼，啊，这事实是安尼嘛，你若听讲因呢较大骨髓，咱较细骨髓，啊，咱甲伊迄个串通以后。咱这边的水根本就去哦，流流去下去啊嘛。啊，个主要是安怎？咱的政府吼，拢咧奖励嘛，啊，伊拢买办的文化嘛，吼，因就到处来吼，各单位咧配合嘛，拢咧替中国讲过啦，讲啊来平潭投资哦，偌好都偌好。就是安尼嘛，啊，确定啊，咱再来看一个影片的报道，予大家知影。啊，来，过来看
这个是日本的首相啊，安倍晋三。今嘛是回国的首相呢，回国大家知影嘛吼？第二任的呢，第一摆哪怕做首相都会安呢，啊，那人过来，迄阵啊，美国问咱秘书长讲，日本政坛迄个怎？迄个政坛上啦吼，有多侪家庭关系较好？秘书长讲，这个较好啊。伊讲两个啦，啊，佫一个是以前的是大阪都知事啦，石原正太郎，伊嘛讲迄个啦，但是迄个年纪较大，啊，美国怎啊选这个？选这个了后，怎呢？美国配合日币好掉贬值。你会记得以前美国来甲咱干涉，讲台币一定要升值，有啊无？唔知查因这个过程啊无？有啊无？币二五块呢，上头来你做那把四十块呢？美国提哩阿提哩阿提阿提，忽加二五块去呢？拢美国咧操盘嘛？啊，所以美国讲好，啊无这个来回国来做首相，啊，可以日币一直贬，啊，可以去。日本的生意较好，啊，东南亚这个做军费啦、开销啦，才予日本来负担。拢美国来掌控嘛。哦，所以伊讲要来集体日本集体自卫啊。这个要做钱啊，要解禁啊，可以海外动武，好、哦，这都什么情形？伊要安尼做，美国叫安尼做，伊啊要安尼做，我因为众议院。投票率大反对，70%反对。啊，但要安怎？再用行政命令，哪要安尼做？安尼袂使哩啊，算讲违宪嘛。伊怎安怎？甲因的众议院解散国会，有啊无？有嘛？把一个较大嘞，伊阁叫一挂人出来算。这回大胜，大赢，啊！所以国会这里众议院没有问题，他可以掌控三分之二，所以他们要回复。现在要来回复日本民主宪法，啊，那回复日本民主宪法，咱台湾就是啊日食内战，所以少年的啊，日语爱加强哦，真正啊，哦，这以后恁。我可能要回去了，啊，这些少年的人口加强，英语加强，这样就好了。
真正的。好、哦，这事先甲大家讲，啊，这就是这个情形啊。哦，这同款嘛吼。后来啊，这个迄、那个时阵吼、哦，这个时阵啊，就是一空啊，这当然这是啊，流亡政府的年代啦，1013年啊。啊，这个一月二九啊，公布这些所有的条例都在啊删除啊，哦，拢咧要做废除，哈、哦，拢咧废除。啊，这大家知无？迄上课老师无互恁看嘛，对无？啊，即摆阁复习一下，啊是啊。足济咧啦，足济啊！咱拢唔知啊嘛，啊实在拢唔知嘛，哦，很足济啊！哦啊，当然，你若要家己上网去找吼、哦，啊，我也哦，咱个回头来吼、哦，就大家要翕相个回头来，先这个啦，这个全国法规资料库吼。哦有要去找吼、哦，啊，即马广告落来吼，哦，啊，只一张啊一张，等来一张啊一张，若要翕相的，等下防看，大家去惊着啊！啊，实在就是要走路啊，吼、哦，哦，啊，过来，咱要过吼，那、哦、翕好啊，咱就过来刷，会使直直翕啊，翕个。五六张嘞，哦，啊，这拢是真诶啊！啊，这拢是废除嘛？哦，这拢是废除。啊，你大家想看卖来遮上课，会了解足济个呀？啊，伫外口拢从来毋捌讲到呀。现在就是回头来了。2012年，最早我上课的时候我就在讲了啦，啊，有的都不爱相信啦，啊，因为我去找到啊，这个福州那个新闻的报道啦，哦，这个福州新闻报道，哦，2012年6月福州新闻报道。美中安排这个流亡政府的难民要回归中国啊，在这个福建省的平潭岛这个所在。安尼大家，那会要到这？我头拄啊讲过啊，这哪拢走来这？啊，你到这乱歪去哪？拢互恁到遮饲革命啊，无要紧啊，遮甲你炸掉，你都袂去影响因伫内部的。啊，无遮若是200万的人口，拢乌白甲你走，东西南北啊，拢甲你走，啊你着废去啊啦，是毋是安尼？啊，所以。即讲阿比哥讲好，阿比哥来讲，安尼那是政策啊！啊，恁车无爱带你车的人，啊，就赶紧来车，吼、哦。这个有报道的吼、哦，咱即马别过来看，看这个叫做啊影片啊啦，
好，咱来看一下影片。伊这讲实验区嘛，它五个共同啦，共同规划、共同投资、共同建设、共同管理、共同受益。啊，这就是讲台湾特色的甲平潭特色就是一个实验区啦。好，阿要骗咱来吃啦，啊，这就是咱要国讲的。啊，来看一个影片吼，和大家清楚一下。统战的手法可能又来了哦。好，现在很多人哦都打算去平潭岛，为什么是这个岛呢？好，有人说呢，你如果愿意去大陆观光的话，你就可以到这里来。好，我们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平潭县跟台湾呢航程是3小时的距离，不算太远。他们现在开始呢就在大举的挖角我们台湾的人才，特别打造了这么一个平潭实验区，里面的管理阶层通通用的是台湾人，它的总规制复制台湾，而且呢据说哦民调当中有47%的人是愿意当中国官，年薪当然很高了，大概是2-300万元，接近是台湾部长级的薪水了。而且现在最新的消息是说，还传出他们有意思要延揽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去担任整个区里面最高管理的职务，可是亲民党否认。船身高达4层楼，附设豪华内装，李纳伦正式起航，从台北开往平潭，大陆福建向台湾招手，要找1000人去当官。我去过，你有去过大陆？对，所以那个生活品质太差了，因为那里的环境我不喜欢。如果说他寄出年薪2-300万呢？哦，那可能就会考虑。商品城加紧赶工，大片荒地未来要盖高铁，福建平潭实验区号称两岸共治，找台湾人到大陆当公务员，网络征才职务五花八门，每年可领20万到60万的人民币，最高年薪相当台币300万。他们是号称对于台湾的开放的最后一个经济特区，也最后一个机会，所以本身来讲，平潭整个设计啊，就是针对台湾的工商业来做一个整体企划，拿高薪当诱饵，第一波吸引70多人投履历，最后只取6人，录取率不到10%，全是狠角色。曾经参选市议员、金汉生技负责人杜德宏，现任平潭医院副院长、交通与投资公司副总杨哲安，还有平潭区管委会副主委梁晴龙，都有金融背景，甚至传出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也在延揽名单。实在是太小看也太侮辱了宋主席了，国民党啊，新党啊，这都是最严重的啊。那甚至于说，有了政党，他们的党主席都有在那边设办公室啊。区内特别标示，距离台湾只有68海里，交通薪水双管齐下，试图把台湾人才一网打尽。三立新闻台北做不到。好了，咱即摆吼过来过一个报道，就是受害台湾。针对中共在福建平潭设立实验区，福建省长抵台大力推销，并进行非法招商。今天受害台商在台中发起抗议中共投资诱骗陷阱的大游行，告诉台湾民众，平潭是中共招商引资的又一个火坑。我们今天的透视焦点。黑暗福建，黑暗福建，贪官横行，贪官横行，投资福建，投资福建，死路一条，死路一条。抗议中共引资伎俩，受害台商周六在台中举办游行，面对中共大力推销平潭实验区，提出各项投资利多。受害台商表示，现在这个平潭说两岸共同设计、共同经营、共同开发，最后共同共享，其实是骗人的，不过是另外一个引军入瓮的新招啊，这个就很摆明的，就是希望把台湾掏空嘛。因为平潭陷平，他每次都是画一个大饼，然后设下一个陷阱，然后让我们来到我们这边招商以后，台商一进去以后，他就瓮中捉鳖了，开始宰你们了。现场参与游行的台商也控诉中共黑暗司法，说中国现在的司法根本就是招商引资的诈骗工具。我们今天最主要来办这个活动，我们也就是要警告台湾人，中共的这些伎俩呢，我们已经看透了。中共就是这样，每次就是他如果法律赢你的，哎，他就依法办；法律输你了，他就用抢劫霸占。司法在中国大陆啊，简直只是作为他来
诈骗的一个工具，这根本就没用。中国的人民最高人民检察院告诉法务部说，我这个案子不在两岸司法互助范围之内，我把海基会跟海协会签的两岸司法互助拿给他看，这个白纸黑字，赌足罪啊，怎么会没有呢？那法务部说，他们说没有，我也没办法。所以我们这个法务部好像是他的下属单位，他说没有就没有。受害台商接下来将继续在台南、高雄两地游行，要用血泪教训，揭露中共诱骗投资陷阱。新唐人亚太电视邱天喜、赵阳，台湾台中。安尼大家有清楚无？实际上，啊，中国阿比可能讲好，啊，那是要骗我这些台商去投资，要提台湾的资金。去啊做建设，啊，甲恁啊叫恁来，啊，就是有这個情形。啊，会记哩啊一个例子啦，我曾经伫北京吼参加因个仲裁协会个研讨会啦。啊，我本身也是仲裁人，仲裁人大家毋知影无？就是，那较简单讲，会用讲民间法官啦，民间的法官，就是叫做仲裁人啦。哦，啊，底下甲北京咧开会，我甲举手啦，讲请问伊迄来参加这个会议的，这就是一个。北京迄个法院吼的法官，我甲讲为什么台商伫中国打官司拢判输啦？伊讲安怎讲呢？违背中国政策的都判输。来去思考啊！来去思考一下。啊，甲头拄啊咧讲，是毋是大致差不多？啊，所以要甲大家，咱诶本土台湾人讲，恁若拢伫中国咧做生意啊，若有趁钱啊，我都爱。把握时间吼，莫到尾啊，性命煞无去，要爱赚几个钱啊，性命煞无去，这就是爱注意，伊就是这个方式啊，你要去开打官司拢无效啦，所以这大家啊，保证给大家知影吼。啊，咱即摆过来看落来，过来，好来下一个，不然再来看下一个。啊，这里是辅大的教授，辅仁大学的教授，前几天啊，然后看到伊个做啥，伊个报道啦。啊，但前几天啊，迄较无重要吼。啊，我就认为这吼较重要，我就有甲摘录起来吼。这个就是太阳花啊，了后占入法院以后，可要公立的行政院啊怎？讲入去啊！这个美国教授啊，我锁入去呢，锁入去行政院呢，去倒啊，遐二楼遐倒啊，甲敲看卖，甲看卖嘞，看到这个公司啦，这是业标有啊，这有夹子嘛吼，啊，即阵都手机很方便，伊就去甲翕一下相。这叫做啥？
咱流亡政府的高级公务人员都在造假。这个通告啦，叫因行政院这些同仁啊，哦，每天啦爱正院的一点通啦，这些新闻拢爱去点啦，爱去点赞，拢爱去点点五十摆，一天就爱入去去点。啊，你看，实在。咱交税金，予因要敢做较好，唔是啦，你拢在做假，看有厉害无？这是高等公务人员呢，行政院呢，啊，这也不是我咧讲啊，吼、哦，拢有记录，吼、哦，有记录。当然，自马英九做总统以来啊，这个海外啦、甲迄类啦，拢这个要做情治单位啦、甲法院啦，拢是咧啥？拢咧搞这些有诶无诶啊？等于监听啦，吼，啊甲这。白色恐怖啦，太阳花的游行的时啊，还通令海外单位要来收集收，因为太阳花三月三十迄阵啊，迄个时间，世界各国拢安怎站出来呢？本土台湾人、加拿大啦、日本啦，或是啊澳洲啦，弄出来呢，吼、哦！啊，甲英国啦，吼、哦，遐个本土台湾人拢站出来呢，站出来在响应呢。所以伊讲要伊爱吼，跟外管通知讲去调查，讲什么人举办的，多一个人举办的，吼、哦、啊要做记录，吼、哦、啊，这就是白色恐怖的翻版嘛。这就是这个情形嘛。哦，啊，这就是确实在咧撤退啊，啊，无法度啊，海军陆战队那么裁撤啊，哦，啊，头拄啊介绍这两张啦，这我写较足清楚，好、哦，哦，讲转交给林秘书长，这两张啊。大家应该没问题嘛，吼，过来学习一摆吼。这吼，多日本人来啦，咱以前差不多三年外前有日本的青年来咱家上课，啊，我做讲师吼，啊我。就用问的啦，问这些日本人啦，吼、哦，为何美国高等法院啊做这个决定？啊，这个美国啊，因日本拢讲美国啦，美的国，安尼是啥？好、哦，那讲啊美国吼，哦，这个，啊，请大家思考这个问题，叫你海日本啊去想啊哪会安尼？啊，即马，予咱来带来。四月七七，2009年四月七七，的判决，啊，高等法院的判决。一般，我那个高等知识分子，吼、哦，伊讲伊是老师也好，牧师也好，吼、哦，高等知识分子啊，我甲伊讲吼。讲美国的高等法院的判决，你相信阿袂？
你要认定啊，无？你若讲啊，法院判决迄位无影无一只，啊，当然咱流氓政府的法院判决拢是不是很正常啦？哦啊，所以一般的观念无同款。啊，我问迄个高等知识分子，甲问讲，哦，还是伊本身是教授啊？啥？我同阿问讲，高等法院的判决你要相信无？啊，伊也讲要相信，我才阁讲落去。啊，若讲唔相信，也免讲啊。啊，这就是高等法院的判决啊！哦，本土台湾人无国籍啊，咱大家再去。秘书长拿过一个公文给大家看，有啊无？有无？咱国姓家人改到啥？中华民国用一道公文呢？啊，那个公文是啥物时阵？大家回忆一下，再去套查。1946年1月12日。但这一套公文跟我们改为中华民国国籍，好、哦，而、啊、且就是讲，所以因人民讲，这个咱的国籍是违背，不是我自愿的啦，好、哦，所以违背啊、那个国际法哎一个原则啦，哈、哦。啊，这所以讲，咱讲的这是本土台湾人，所以没有国籍嘛，有别个人盖嘛。啊，那是没有国际承认的政府啊。咱这个政府唔是过来人民生活在这个政治炼狱啊。这个政治炼狱大家都知道嘛，吼，什么叫做政治炼狱？伊这都涉及的选举啊。因为因人民讲啊，我们办的选举，你看我们投票率70%几，台湾人民都同意啊，选出来的这么多人去投票啊，选出来的那当然他就代表政府啊，因为啊，但这叫做政治上的炼狱啦，我们还。没有办法突破，啊！佮伊这个选举内底，佮摕甘仔糖内底呢？甘仔糖大家知影无？较早阮做囡仔时，拢爱去偷甘仔糖啊！啊，甘仔糖，伊所谓甘仔糖，就讲，你要出来红选，人家你登一票，你摕30块登去啊！安尼，你唔知猜无？啊，你若去转迄个政党票，50块呢？啊，4年呢？所以你若出去选去，干来去甲转票尔，现出去了230。美国都唔知影呢？美国一日知影讲啊，这那个卡西诺，诶，政府感官。就得外交的政府啊，吼、哦，你唔到爱安怎？爱好咱去投票的人行路，敢唔得着？发30块，互你做行路，敢唔得着？就唔是啊！安尼大家若要出来选，昨个新闻报道说马英九含这都拢搞不清楚啦。人咧指责伊个做政治迄个现金的问题，伊讲这个钱啊，拢交予政党去处理啊啦。伊无，伊若有领30块啊，伊含这啊搞不清楚，讲咧交政党，迄政党是有政党的钱，吼、哦，迄按年度预算来编，哦啊，这就是。爱好大家知道，这个政治炼狱啊，是在延续
用这个选举来延续他的统治的合法性、通合性。好，哦，你看，很多人来投票啊，哦，啊，很多人是拢爱选举啊，哦，民进党也来选，什么党也无党也拢来选，哦，啊，这都大家参与啊，哦，啊，都延续他的政治寿命嘛，哦，啊，时间都还未到嘞，咱都要去过。过联合过啊，做美国的吼，也未去开记者会咧。啊，买迄个做啥？迄个蔡英文都赶紧啊，要紧宣布要去选啊，免选伊才等到闹鬼，真正做总统。真正哎，头拄啊，给大家看第一次说美国啊，东亚迄个国务卿罗斯安怎讲？2015年是台湾的什么政治年？那安尼啊，才2016啊，才够算的。好，啊这，哦啊，台湾啊，仍然在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中，按美国行政单位为主动协助本土台湾人。都是要协助我们嘛，所以咱伫只四年啊，四年外来无足安定啊，发生什么代志啊？哦，上头有诶一挂好朋友讲张教授啊，啊你即马到底是咧变虾米啦？讲我咧变虾米啦？哦，我甲讲看有。未来咱的子孙过较好过就好啊，所以大家拢爱来写家己的历史，爱来创造历史。哦，以前我的想法，迄阵啊，伫学校时，讲咱哪有法度去留名。人死要留名，啊，好事去留皮啊，啊，但袂安怎？迄阵啊，干那想讲好啦，写几本啊册，几本啊书，来揢伫图书馆。别人伊要做研究，啊，是要做写论文的时，有当时爱去图书馆去看到咱的著作。迄阵啊，想法干安尼尔啦。好、哦、啊，就是迄个时阵都有啦，家己写几本啊书，摕伫图书馆里面。哦，啊，这就是每一个人拢爱有家己的做啥的梦。哦，啊，我现在就是讲，干那希望讲咱以后的子孙过了较会好过就好啊。啊，这是给大家。了解一下，啊，咱美国行政单位应该协助啊本土啊台湾人，啊本土台湾人是咱去较高，爱协助咱，吼、哦。啊，即嘛，这拢是，吼、哦，拢是，予大家参考吼，这拢是 PowerPoint。让大家了解一下就好了。当然这就是要证明什么，有的说美军要插烂，这都是证实嘛，咱这是证实美军是在保卫台湾嘛，这个叫做乐山安邦雷达站。安邦呢，什么叫做安邦？咱出钱的呢，美国派人来起的啦。咱本土台湾人拢未使入去遐做土水，连做土水拢不爱予咱入去。是哪会安尼？
美国我惊到啊！美国讲伫迄个做苏联、俄罗斯去大赛馆啊，啊，去好大赛馆讲有红唱啥，内底有唱物件伫咧啦，所以因就惊到啊！即卖因要去这个啦，拢因美国人来家己去的。再去应该秘书长讲到，这个所在是伊要创啥呢？东南亚的啥指挥中心？伊迄是伊咧要去伫迄个内湖啦，内湖新啊，清湖路啊100号，好、哦，这就是我好大家知影。这就是在证实了，哦，证实美国这个报道哈、哦，这种美国飞机呢，美国飞机塞入来，哦，啊，迄阵啊，马英九讲拒绝国际救援嘛哈、哦，啊，美军飞机啦叫开落啊，伊敢要听伊的？无要听伊个嘛，伊来，这那是，而且吼，莫拉克风灾的事啊，这台开落，在台南机场降落，啊，这嘞，日本。发生津波咪，就是海啸，啊遐一挂遐核电厂发生灾变，啊，因拢从日本撤退啊，因遐个侨民啊，可能甲因遐个眷属官员的眷属啊，全撤退来台湾。来台湾的时啊，这啥 AIT 有啊？家己设啥海关啊？你要出国，要入台湾，要出去台湾，拢爱经过台湾的移民局对无？扩音啊，才会使出去对无？啊，美国讲，阮家己的人要入来，你要来干涉什么？你去边啊？阮家己设海关，这张图呐，摕入法院去啊，入法院啊去咨询啊。啊，咨询讲啊，咱都要去啊斗三工，伊讲唔免啦，因家己办就好啊。所以，这安尼有闹开无？啊，这也不是我在讲的，这都有证据啊。那你国家一个不存一个国家嘛，是不是这样？那什么代志，见到美国，都转弯了。你去看看，大行就是这样。总统选上来要就职，必须要美国总统的贺电，没有总统贺电的话，不能就职。安尼这就足清楚啊！迄阵啊，阿扁也咧等啊，美国的外交迄个叫做夏森，一个查某的啊，唔知大家记得无？甲阿扁也足好诶，甲阿扁也讲。啊，你那个选举委员会的公告吼、哦，当选公告已经打出去了，美国贺电才会来。啊，伊怎啊？总统府足侪人嘞呀、啊！下先入去总统府安尼甲讲，啊，边个人啊，传听到啊，都去卡电话。迄阵啊，迄个选举委员会要打迄张
阿扁也算到的广告，大家唔知道有这个印象无？迄电视大家打破玻璃有无？遐迄个民迄个啥前新民党的啦，啊个新党啦，大家好伫遐国民党的去遐立华为呢，尤其这罗斯雷啦伫内底啊，我所知影去弄破。因为选举委员会的玻璃啊，但是伊去打起哩，伊打起了后，翕一个相，伊可去互拆落来，安都打出去啊。自这个照片传到美国去，美国第二天贺电稿都没有问题，所以下心讲你出卖美国的情资。所以美国说啊，你好厉害！哦，这里做官员我特别注意哈、哦。所以类似这个问题，给大家知影哈、哦。啊，今嘛，头拄啊讲要叫大家来办这个身份证啊，啊，咱今嘛用影片甲现身说法，给大家。啊，来，咱请咱同心哦，好，公。宣传单、报纸广告，厚厚一叠。权力法案上到处可看到“台湾民政府”五个字。走一趟总部，发现都是穿白衬衫的年轻人员在办公。我们现在目前有分初级班和高级班。那我们两班都上完的话，会有那个证书。那还有就是未来的公务人员。参加研习营一次6000元起跳，未来就可以捧一辈子铁饭碗。台湾民政府还自制晶片身份证，每张1000元，号称拿着它就可以自由进出美国。现在如果你用中华民国护照，他要你证明你是台湾人，你就拿这一张就可以进去了。写着黑熊部队这一大叠，附上姓名、电话、大头贴，通通是来应征台湾民政府警察。卡其色制服上就绣着一只大黑熊。台湾民政府2008年2月2号成立，采内阁制，发下豪语要发出41万份身份证，找到4000名公务员以及募到1000位警察。洪道言，所以才有这个旗帜。国旗绿色代表台湾，福尔摩沙中间蓝白色代表美军占领中，最外环则是台湾6个州，每一位州长都有自己的办公空间，各自独立运作。马英九啊，怎么样？生吞活剥台湾人啊，所有的五大基金都破产。你看他哪一点做得好，你告诉我。不止看不惯马总统治理国家方式，更扬言如果台湾民政府获得美国认证，往后只要马英九敢自称政府就提告。但大家的疑问是这个，谁疯了以后就知道了，不要两年你会看得到。冲着马总统而来，带领台湾人独立，号称不从事募款，但却有财力在报纸刊登半版广告，少说几十万起跳，还有自己的停机坪。台湾民政府能比中华民国政府有多少国际空间？外界都睁大眼睛。三新闻黄玉峰、白乔英桃园采访报道。这号就是要甲三立讲多谢啦，但是放一拜年啊。都唔敢去放啊！啊，所以迄阵啊，拄好你家在有去哭起，啊无吼，你去上完就买过去找啊找无。那有的电视拢三日24小时直直放着无？伊我24小时直直放，我看老早就倒啊，看。啊，所以这予大家知影者，咱即马咧感谢三立，但是伊甲咱讲自制。迄、那个咱家己制造这个身份证吼，唔对啦，我有咧甲讲唔对啦，所以讲要予大家看，咱摕这张晶片哦，咱即马晶片的身份证吼，有去啊美国啊海关加华盛迄个国务院的有关单位的使用吼，予大家看这里的影片，吼啊大家。再会更加清楚，来，咱来，好。李定、李书定，所有大家的兄弟姐妹平安。今后机会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能够站在所有弟兄姐妹的面前来做一个最清楚、
必须定常常非常清楚简单的代志是什么样的简单又清楚。就像我们4月24号到美国国会殿堂的时候，我们就用 ID， 而且我们20号傍晚进入到美国海关的时候，我就跟海关说我这边有 ID， 他也放进去 No problem， 没问题。然后我们到国会殿堂的时候，我又几个同心说亚夫亚夫过来过来，还以为是山要准备吃山猪啊，结果美国没有山猪啊。那我们去的时候，哎，怎么要去那里？原来要又要到国务院。那国务院呢，我们七个人就进去，那只有用 ID 一放进去，好 OK， 我就进去了。这是非常好的见证。这不是高沙主做的黑熊里面的这个妖子呢，不是呢，也不是飞鼠里面制作的，是美国国安图制作的。必须定说非常简单，就是这么简单。但是这个流亡政府常常说一变成二，二变成五，难怪我们告沙子说一二三四也不知道一加一等于二，所以真的搞混了。这个流亡政府混到啊，不要讲好了，我就在美国亲自亲眼有这样的见证，所以非常千真万确。那其他的活动由其他的同心来讲，多谢各位。好，咱今晚过来看，这里就是去关岛啦，关岛哈，关岛是不是美国关的？哦，他使用了我们这个身份证进去的。哦，这里咱的同心伊入去，我用这个身份证去个关岛，讲啊，无你加登者，伊个加登者，所以这登去会使去加。人讲啊，我咱即卖要阁，我要阁介绍一个通信吼，去美国吼啊，用到咱即卖过来看这个叫做啊，这个新竹州的咱的参议员吼，咱中央的参议员黄淑娇通信在美国所用来请，咱请过咱的通信吼。啊，黄淑啊，娇，咱甲鼓掌一下，请伊来现身说法。伊去美国来用着，看伊安怎讲。吼、哦，啊，这拢无到空啊，吼、哦。后来啊，阿姨，你讲报告一个时间、地点啊，甲使用的过程，互大家了解一下。后来，好，大家好，我叫做黄淑娇。因为我2014年的10月份去美国去上课，啊，因为当时去的时候，我跟我妹妹两个拢去，啊，因为我两个人坐无同款的航班，我是坐达美航空，啊，伊是坐优越，啊，因为我要通关的时阵，因为我入去的时候未记得提身份证回，可是回来的时阵，我就想，我有身份证，那未记得提用，我等下干来提身份证回，啊，迄个通关人员哈，他就拿我这个身份证，啊，在那个电脑上面扫描一下。结果他就还给我，他是双手这样鞠躬送给我，送还给我，我很感动，我想奇怪啊，我出入美国这一摆啊，拢唔捌拄到这么好的安尼，这恭敬送互还我。过来呢，伊给我另外行一边，另外一个通道，那另外一个通道我就很顺利的，也不用检查就顺利的过去了。那另外我的朋友呢，他在旁边，哦，他在旁边在那边等很久。而且他们要通关的时候，那个外套、鞋子、衣服都要脱下来，放在那个盘子里面，才可以通过。那人呢，也要站在另外一个旋转的那个扫描器上面，都要往上这样子。扫描过以后，他有时候不放心，他还拿一个棒子全身扫描过，才让你通关。所以你那个通关的仪式是蛮谨慎的，而且是
他很仔细的每一个地方都很检查过，可是我觉得说今天很特别，可以用那个身份证通关，甚至呢我也可以走特别的通道。后来我了解以后，他那个特别通道是因为是国内有那个官员或是特别任务的人才能走。我感觉足幸运的，因为我有台湾民政的这张身份证，啊吼，就足侪人给我恭敬迄种感觉，因为我从来唔捌接受到讲摕双手行我。大概我咧通关的时候，就安尼一手尔，他没有用双手。那一天呢，他真的是双手，而且是鞠躬还给我的时候，我足感动。我讲哇，我食到六十外岁，去到国外，这摆是相当尊重啦。因为你定在国外出入的时候，咱台湾拢无人认，知影咱台湾，甚至吼人拢欠啦。我讲唔是，我是台湾人，可是无人知影咱台湾人。可是我们以后台湾原政府呢可以国际正常化，我足感动，说很感恩一长在这边，让我机会跟大家分享。谢谢你们，今天真的很有福报，还能够来到台湾民政府做这件事情。然后拥有这个身份证，我们可以去国外就备受礼遇。谢谢你们，谢谢大家。好，咱同心嘛，吼啊，一个叫做黄淑佳吼，伊个足好嘞，伊去要做宜兰呐。去值班啦、啊！啊，底下的情形哦，就这张照片啦、啊。啊，你敢讲这张照片的来由好不好？啊，好。哦，这张是我22号去宜兰，啊，因为吼、哦，迄、那个中医师，伊讲啊，我是外国籍的人啊，我唔免办这身份证。我讲办这个身份证，甲你外国籍是无关系。因为这个身份证对你来讲，会当帮助咱的台湾，甚至乎咱的子孙有国际地位，会当正常化。啊，虽然你有外国籍啊，咱台湾囡仔你伫遮出世啊，恁阿公阿妈或者是恁家的人拢伫遮，是不是呢？那你应该站出来替咱台湾做一件好事，唔才对。我讲吼，你的社会行遮尼啊久啊，对无？这个人，请这个对，那一位，他是中医师。而且呢，他是有好像印尼那边的那个国籍吧，他在国外已经有其他的国家的国籍。我讲咱台湾吼，就需要你这种人才啦，你少年人吼应该要站出来。我讲我六十外岁啊，我都你做这件代志啊，你应该出来吼帮助咱台湾，啊，让咱台湾吼民众有较紧的一种，对吧？啊，咱的福利你嘛用用，嘛用享用嘛，对吧？吼，啊，过来你嘛用帮助你其他的患者啊，其他的亲戚朋友啊。咩？伊听你讲了，伊感觉嘿，啊，这件代志有意义啊！伊就随甲咱的同心啊，另外一个边我徛我边迄个同心，伊就赶去啊，对，那一位同心，伊就带伊去地政事务所遐，吼、哦，户政事务所遐去办迄、那个因的祖先的迄身份证，迄、那个来证明啊，哦，啊，过来伊个去翕相，翕相翕好了，哎、啊、呀，相片就等因的朋友再去也摕就好，所以摕回来了吼，伊就真的当场。把那个身份证申请书啊都写好了，啊，唔知足欢喜咯，跟阮去一张相啊。我一感动就是讲他听懂，因为国外满是假走透透啊，伊知影咱台湾无人吼认同啦，甚至伊嘛无了解咱台湾吼有这个机会，通我予咱家己以后用自治，啊，咱家己用管理咱家己，咱又搁像澳洲啦、澳洲迄边的安尼吼，生活水准较悬。其实讲，我台湾我住一段时间，我也想要搬去澳洲啦，因为我感觉遐生活水准较好。啊，尾啊，阮个训练师甲我讲，你唔是啊，你是台湾人，你啊对等下台湾帮助台湾才对。啊，无讲实，我十几年来，我拢伫美国满世界跳透透。我想讲，啊，咱台湾囡仔无互人甲咱注重，吼，无人甲咱尊重，咱囡仔也站出来，唔是为着咱家己，咱互咱世界个人认同咱台湾。这何等的光荣！我也想到安尼想的时候，我讲应该出来做，帮助咱家己，帮助咱的子孙，和咱的地位正常化，甚至呢，咱能讲造福足侪咱的以后的人。我感觉讲这件代志足荣幸的啦！啊，感谢吼，张教授，我这个机会来只讲这样来做代志，我回信阳光，我个感觉是足感动，因为我会当徛来一只，我是真正很感恩啦。秘书长吼，创造这个机会，予咱
六十几年来，讲实在，有机会可以重新开始，是咱的福气啦，是咱的福气。哦，大家更加鼓掌一下。谢谢，谢谢。好啊。因为可能是不是咱这个报道有一个住在南美洲一个陈先生，早起啊，我开咩啊，发现到讲伊啊写一张咩啊给我。啊，所以我伫遮，我会甲你回啦。哦，啊，你的建议甲你的啊，迄个我已经有交代官员去处理啊。哦，啊，这就是我甲你报告一下吼。啊，因为伊甲你介绍，伊是讲伫这个啊，1935年出生啦。哦，我个啊，确定个看伊个真实个迄类吼。当然，伊起码应该拿算算个，他有要81岁啊。哦啊，可能如果这方面话。袂歹吼，啊！我敢建议讲，咱的官网若有法度，搁用日久啊，也较好啦。哦，啊，我是讲，你若有机会，你我会使甲咱斗三工吼。啊，因为你的咩啊？啊，有收到啊，我有交予秘书长，秘书长我有交代落去安尼吼。啊，甲你讲感谢啦，所以要甲大家讲吼，实际上人这个伊讲看偌久啊，你知影？伊讲超过一年啊啦，拢有咧看咱的啊节目啦，啊，毋才会知影。啊，可能我若足罕呢，较早上早以前吼，可能咱拢会订咱的咩啊出去啦。啊，过过来就拢无啊嘛，应该可能唔知为代去查到我的资料是毋是伫我的迄、那个咱我讲我是张文燕啊教授啊，你入去查，你就会查到我的资料啊。我的可能是毋是安尼去查到我的咩啊啊，谢谢我啊，我感谢你啊，你对台湾啊民政府的认同，希望。赶紧啊！家里的啊，附近的台桥，拢来登来办身份证。哦，啊来参加。哦，这未来要为咱家的子孙吼啊，较有这个做寡代志吼啊，拢也是全球吼呼吁吼，全球的本土台湾人。拢来参加，吼、哦！啊，我补充到这啦，吼、哦！啊，咱即番再个看来别位，啊，这就是要给大家看吼、哦，就是伊要走路啊嘛，啊，因这里那安尼讲，我个补充一下吼、哦，美国家己讲，恐怖集团有三个条件，第一。不是国家，第二有武器，第三当地征兵。秘书长甲讲，美国讲个啊，啊，中华民国拄啊对啊，三个拢具备。美国高等法院，唔是啊，做。啊，成功，
咱就三个条件嘛，哈啊，在他就恐怖集团，所以伊有武器。啊，秘书长讲，啊，伊有武器边啊，啊，伊只美国甲讲啊，无武器，这甲抬掉了，这甲擦起来，哦，这国徽都要涂掉，他没有。哎啊，最近四十出生的吼，爱做兵无？没人呢。啊，这那是咱甲讲，你在征兵，就是恐怖集团嘛，恐怖分子啊，就是具备要三个条件啦、啊。啊，不是国家啊，中华民国啊，的高啊，美国高等啊，迄、那个高等法院就是世界上没有人承认的国家嘛。哦，这就是，所以伊即嘛，拢会安怎？这是招楼啦，头拄啊，迄个是恐怖的武器啊，武器拢啊，这是。等于伊准备扫落的一挂资料吼，予大家看者。是，这拢是咧，这财经咧，这啊无来，予这里我予大家看者咧，好啦，我来苏联波。今天大家要送走2012年了，不过同样要告别的还有联勤司令部以及惊险财病的青辅会、体委会。联勤两天前降下了联勤之旗，而且唱了联勤军歌，大家依依不舍，说这军徽上骆驼象征的忠勤精神并不改变。降旗，联勤司令部最后一天，联勤之歌这一天最后传唱，官兵难掩不舍。66年来，大家非常努力，永远牢记，我们永远以联勤的一份子为荣为傲。萧剑石拿了骆驼赠画，联勤的军徽，骆驼象征忠勤卓朴。尽管编制走入历史，但骆驼精神永远不变。尤其联勤走过66个年头，研发出军方许多创意装备。白饭、麻婆豆腐、调理包，提供野外求生特殊口粮，还有国军最新移动式厨房野战炊事车，蒸煮炒炸2小时中可以做出4菜1汤1饭，重点是300人份。不止联勤司令部裁并，2012年底告别的政府机关，还有体委会、青辅会面临整并。也特别的谢谢各位同志，包括说，总统大家的帮忙，谢谢大家。末代主委陈以贞交棒前还到国民党中常会报告，2012年底体委会、青辅会、联勤等机关完成阶段性任务，走入历史，兑现部会精简支票。特别新闻陈龙群林尚平团报道。宪兵司令部即将要并入陆军当中，但是在这当中呢，引起为傲的就是宪兵机车连也会被裁撤，但是引起了后备尖兵的不满，今天聚集在立法院要求国防部停止整个的裁撤动作。宪兵机车连往往是国庆阅兵最引人注目的队伍，不过在宪兵司令部裁并到陆军后，机车连裁撤，再也见不到宪兵机车队伍的英姿，这可引发国内后备宪兵不满。地军中以前是宪兵，三军的模范兵，社会的良民，啊恁吼嫌阮太歹啦，嫌阮太歹，要甲阮删掉，后壁面吼有真侪好戏通看。我台南县绝对发动50台移民车来咱国防部抗争，抗争到底。我不晓得是不是国防部长大概嫌马英九先生的票太多了，啊，把这两个部队消灭掉了，这些票从此以后不要投给马英九。就连宪兵出身的前立委刘文雄都质疑宪兵裁撤将危及元首安全，这可让国防部官员脸色铁青，因为国防部瘦身裁撤宪兵在内的三个司令部早已经箭在弦上。纳入地面部队整合后，仍可维持指挥与任务的功能整体性，固有的传统仍可维持，后线组织亦可延续不坠。官员再三保证宪兵裁撤不影响勤务，但是包括总统府卫戍以及元首身边安全都得靠宪兵，贸然裁撤引发的连锁效应，国防部得谨慎面对。东森新闻陈瑞钟家豪特。
八十四年出的吼，以后出生的吼，伊这是因为遮吼1995吼，免做兵啊吼，这就是问题。咱讲恐怖分子要三个条件嘛，一就是在甲咱征兵是违法的。这好啦，咱这无要紧啦吼。当然，这大家拢看过嘛吼，这个图啊，大家拢看过吼。这咱起码就是要甲大家讲吼，光复节已经无啊啦。哦，这那是骗的啦！我这有要搁补充哦，伊这国旗啊吼，这拢差美国个呢，啊，干那这挂这尔呢？啊，伊这是讲做战区呢，迄个接收迄个名称呢？啊，当然，实际上讲，伊甲美国讲啊，海军较好管啦，所以讲啊，光复啦，吼、哦、啊。一天都把我们改为迄个做中华民国的国旗嘛，互因较好管啦。啊，大家拢想讲，咱即马回归祖国啊，吼，啊无有啥物代志吼，咱大家来请愿啦，来创啥啦？我即马就是衍生到吼，要互大家知影吼，228事件，迄个时阵，咱干那甲咱。讲咱的国籍要改变吼，爱用公文尔。英国、美国三次抗议呢，加拿大去执行呢。啊，那228事件，吼、哦，迄、那个做228，这个做圣公残杀我们。台湾人民这么多，世界哪会无拢站出来发声？恁大家去想看卖，这是什么原因？咱干那改咱的国籍尔吼，世界都三个国家出来咧。228事件哪会无？我咧想想咧吼，咱迄阵啊都唔知。咱是战败国的子民呢，一定要接受战胜国的命令呢。啊，命令不接受，机关枪家己都家己扫啊！你咧惊你？我们是都、就是光复节，甲咱欺骗，讲咱是伊的国民呐、啊。伊即马。反倒回来，恁去抗议啦，去请愿啦，好，恁拢几百，啊，拢无够，互恁回去安尼。迄有诶手啊，甲你卷迄个怎啊？钢丝卷来，脚甲手卷来，怎啊？甲你关喺淡水河去呢？诶，淡水河迄个火机连落来，底下遐死遐侪人，说不定我掠到底。我诶想法啦。哦、我如果说 我 在这个方面的判断哈，遐死关228事件关足侪人落遐死哩嘛，死伫淡水河嘛。哦，啊，世界哪会无提出来抗议？啊，咱想想啊，咱迄阵是战败国的诶人民呢，啊，以他战胜国啊，他命令你一定要遵循。不遵循，甲你清算嘛，正常诶嘛。好，这予大家去思考吼，这就是历史上诶情形嘛吼。啊，当然这种未来这吼，啊，咱会去啊，日本天皇就是隆重去四年啊，吼，每年刷多第五年。啊，拢拿这个旗啊入去，哦，拿这个旗啊入去，哦，所以讲日本甲即马足清楚啦，因为咱也无拿入去吼，若无去甲日本天皇啊行礼吼，迄阵啊可能
我会因我知影啦，但是较袂讲较清楚啦。啊，这第一回第一年去吼，甲咱的国旗啊，拢这拢甲擦一粒，拢擦红的呢。规粒拢甲涂，伊个新闻报道的时候，迄个报纸吼，拢甲你这拢擦红的呢。哦，类似安尼吼，啊，咱啊去已经啊四年啊，哦啊，这就是我要予大家知影。你国旗班上了，那有要家己创造家己的历史，啊，那想要去日本，明年十二月二十，啊，38000，哦，大家规划者欠这里，啊，要家己创造你自己的历史啊，就来参加。咱个同齐来好啊，好，好嘛吼。因为恁初级班尔啦，我无资格吼，啊，甲高级班吼，再来，因为高级班上课，大家那好，足欢迎个，大家来去参，咱去拢百几个人呢，唔是几个啊，几个啊呢，去出团拢百几个嘞，吼，最好大家，这拢是安尼嘛吼，啊，当然。这个代志我头拄仔都讲过啊，吼、哦，就是主要要，伊要用买的啦，用买的成立哦，伊若要买去就成立啊、哦。啊，伊即马买用买啦，即马都讲啊无啊叫一寡买办吼、哦，甲台湾买一买，这都啥？这伊即马改变啦，早期朱镕基。伊讲台湾是不可分割的领土，吼、哦！伫电视出派个地群头无，啊，因即马讲是啥核心利益啊啦，哦，核心利益，哦、啊，这我予大家看下就好啦。这支旗啊，甲这支旗有同款无？绝对无同款嘛。伊讲因啊，迄个金桥刀讲大船离港啊。啊！因即马嗰个制造2015年一个第二出啥双向人的升级呢？升级的目的是要啥？因啊，因主要是讲，他们台湾还是他们管辖的。啊，事实上，因家拢知影要换这支啦，伊要改，伊也讲，因阿爸要改民政府啦，啊，用这支啦。好，咱即马特别来过来，现在咱要几分钟吼、哦，来介绍台北州的叫做中部的台北州有人伫遮无？哦，遐济吼，啊，恁中部有去过无？哈、啊？好、哦。咱来看这个吼，中来看这个中部吼，希望世界的本土台湾人，若回来台湾，你就去板桥啊，甲板桥车站啊，啊是捷运吼，啊甲高铁吼，拢。会使底下落车，行出来五分钟就到啊！这个住址啊，是伫啊民权路28号啦，啊28号，希望本土台湾人有回来，就去半个时间去遐啊看看咧，哦啊了解者，啊那、啊、有电话吼、哦，这是02，哦2956772，哦这里是咱啊。板桥的台北州的叫做办公室，啊，各州拢有啦，各州拢有啦。恁回去都爱去各州啊去报道，吼、哦、啊看啊，过去啊了解，哦啊，什么时阵
国报名要来参加咱这个高级班哦，下一次应该还是初级班啦、啊、吼、哦，啊，再下一次就是高级班，啊，所以讲大家啊，把握吼、哦、这个时间把它完成，啊，因为大致吼、哦、咱复习吼、哦，今日的闭幕词吼、哦、都各家啊，感谢大家啊，感谢。